这娃子发现在一个山的坡坡上，那个山比较高还要悬，我们孙子骑就过后头吧，他把骡子上来。这新种的话，主要是十五十年的那个价钱啊。这个价值起码是五万以上，因为这个东西几十年没遇到这么大的山。5万块钱呐，因为狗瘟在市场上的价格不贵，因为它这个呢，如果是把它干了以后做个标本的话，还说不定还比高一点点哦。